大家好，欢迎观看 Koma 电竞。在 IG 对战 BLG 的比赛中， LPL 的惊喜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BLG 第一场输给 IG 之后，突然宣布 UZI 上场比赛，观众还没做好准备， UZI 就上场了。回归赛场的首秀是拿出了一手金克斯，拿下了11个人头，双方展开旷日持久的回合制团战，最终还是 BLG 笑到了最后。在这里先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一场比赛的 BP。 UZI 突然上场的这第一场首秀， IG 战队就在红色方针对了两个 AD 和一个能为 AD 提供位移增益的锤石。 BLG 战队是选择先抢下金克斯与女坦的下路组合，然后锁定冲阵组合阿卡丽与皇子，最后一手确定了维克托，确定了一个非常凶悍的冲阵体系，而且后期也有团队大和双 C。IG 战队在红色方则是先选出两个圈圈组合，赵信加格温双圈技能配置，第三手选出与金克斯对位的厄斐琉斯，最后两手锁定瑞兹与泰坦，形成了一套中野辅三点联动的节奏阵容，和 BLG 一样也有很强的冲阵能力，后期方面主要依赖格温与厄斐琉斯。比赛开局阶段， IG 很快就策划了一波上路越塔，Brief 出现失误，提前交了 W， 被对方极限扛塔击杀，但很快微微就选择 Gank 下路去帮助 UZI， 直接配合 Crisp 先手完成击杀，后续微微没开二度再次来下路帮忙， Crisp 直接一闪先手拿下一个人头，单人 2-0 开局。前期两波 Gank 下路，但是 UZI 没有拿到人头，但之后 IG 战队反而以瑞兹开大招送了一波温暖，本来 UZI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只要 IG 集火他，他是必死的，结果泰坦致命空 Q， UZI 队友解围，直接给他拿了一个头。下路获得很大优势之后， UZI 和 Crisp 直接支援峡谷先锋，放弃打下路， BLG 成功拿下，但 IG 再次出现主动失误，不知道对方下路组合过来，集火皇子被 BLG 反打一换二。之后 IG 继续出现主动失误，小龙位置被 BLG 打出零换二， BLG 又是抓住了草丛瑞兹击杀，中路的一波先手开团， UZI 再次拿到人头，3-0发育起飞。 IG 战队在前期其实只有 Zika 表现稳定，对线也有补刀领先，其他位置都有失误。17分钟， BLG 皇子在中路河道先手一波团战大获全胜， UZI 疯狂输出，轻松打出一波团灭。但在之后， IG 战队是抓住 BLG 入侵野区的一波机会，以泰坦闪现 R 配合队友闪现跟进，强行击杀了 UZI 与 Chris， 拿到了赏金钱，并且拆掉中路防御塔， BLG 则是先锋换上路塔。随后 BLG 开始出现主动失误，微微中路先手强行开团，但队友跟不上，直接送掉人头。侧面 IG 也是成功获胜后，赵信来到正面，泰坦给 UZI 大，直接配合队友击杀，一波二换四，双方继续在中路集结。在这一波 UZI 主动消耗的情况下，岳凯直接反身闪现 EW 控住 UZI， 配合队友秒杀，一波团战打出二换三，并且直接 rush 大龙。 BLG 这边二人过来防守失败，UZI 大招收掉一个人头， IG 还是拿下大龙。大龙推进过程中， BLG 抓机会反开一波一换三，双方开始反复横跳，经济差已经是差不多的情况，开始拼团战的阶段。这个时候双方的 ADC 就非常重要了。回合制进行到 IG 在野区以勋先手开团，瞬秒一人打出二换三， BLG 后续残局追击击杀一人，整体三换三。双方在中路拉扯， BLG 先手大龙， IG 过来防守，勋士绕后一波二闪，直接配合队友打出 UZI 复活甲，残局 UZI 直接交闪现狂风逃生，正面 IG 再次打出二换三。随后的团战中， BLG 出现致命失误，先手有闪现的厄斐琉斯被 IG 直接打出零换三，并且拿下大龙。 IG 战队在拿下大龙的情况下也出现致命失误，在 BLG 众人即将复活的情况下强行一波，被 UZI 复活直接打出三杀，然后 BLG 顺势完成反一波结束比赛。
这里简单的和大家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发表一下个人看法。个人认为这场比赛 UZI 的首秀可以用中规中矩四个字来形容，是稳定的承担起了团队输出的任务，在比赛过程中也出现过被对方强行先手秒杀的情况。本场 UZI 拿下了 11-4 的数据，四次阵亡有几次都是因为队友过于激进，导致 UZI 位置不好被击杀，另外就是被月凯闪现 EW 被熏赵信二闪等等。其他选手表现方面，前期 IG 几个选手失误过多，挖坑太大，月凯表现堪称灾难级，但 IG 中期又用几波精彩的先手打了回来，之后双方不断的回合制未犯拉扯，最终以双方的两波大失误终结比赛。总的来说，首秀 UZI 的整体表现算是中规中矩，但万事开头难，希望后面能越来越好。 UZI 上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赢，只要赢下来一切都好说。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